안녕히 다니소. 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，但是可以选择怎么去做人。娘希望你成为一个有仁、有义、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学会以德报怨，才能够做成大事情，知道吗？ 你说的每句话，我都牢记心里。顺听娘的话，娘，你放心睡吧，儿子就在这儿。有事喊我一声。
帅，嗯，今年我们用了你的耕种方法，果然迎来了骊山的大丰收啊！小小的年纪，你还真了不起呀！啊，要说了不起啊，应该是我娘，是我娘教我这种耕种方法的。那当然，你娘啊，她就更了不起了，养育了你这么好一个儿子。嗯，孩子，嗯，你可真是给咱们有身氏部落立了一大功啊！我这个部落首领应该好好的奖励你。嗯，说，需要什么？干爹，啊，我想要一人托粮食。你要那么多粮食干什么？我听说有于氏部落今年收成不好，我想带些粮食去帮帮忙。哦，可真是个有孝心的孩子，干爹答应你。谢谢干爹。嗯，大家快看呐，顺回来了，他拉着这么多的粮食。我就说嘛，能驾大鸿而来，绝对不是一般人呐。少爷，顺回来了，女儿顺回来了，是顺回来了。首领，顺回来了。首领，你儿子可真能干呐，你可真是有福气啊。叔，叔，爹，二娘，我回来了。叔，是，回来了。嗯，爹，我听说今年部落收成不好，所以就带了些粮食回来，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孙呐，是不是走了很远的路啊？累了吧？走，歇歇去。哎呀，让我看看顺。哎呀，顺呐，长这么大了，娘可想死你了。哎呀，顺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娘正愁忙不过来呢。哦，二娘有什么事交给我。要不你把粮食先放到仓里去。哎，好。大家帮帮顺啊。好嘞，帮帮顺，把粮食啊放进仓林里啊。好了好了，顺都回来了，你们干活去吧啊。干活去吧，走吧走吧。啊，你让顺去干什么呀？家里家外的活多了。哎呀，现在顺长大了，哎，家里正缺人呢。顺赶了那么远的路，累了，去给他做点吃的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亏待你儿子的。我在锅里啊，给他留了一条鱼呢。好，我去看看顺啊。哎，顺，顺。顺啊，顺啊，顺！不动，他就不会咬你。上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顺，顺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爹，没事。你们先休息吧，我走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他不会有事儿的，你也不关心关心象，你看象都吓坏了。顺，是不是被蛇咬了？他怎么会被咬啊？那个蛇是不是他带进来的呀？怎么那么巧啊？这个小灾星！别说他是小灾星，我的眼睛看不清楚，我心里明白。是顺救了你们母子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吵什么吵啊，半夜三更的，快
快睡吧，相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嗯，快睡。爹，你儿子走了，儿子不想再让爹为难了。爹，你保重。娘，娘，儿子好想你，这就去陪你了。顺，顺，顺，顺。娘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娘一直都在看着你。娘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那可不行。顺，快回到你父亲那边去，你要记得娘跟你说过的话。娘，我记得，可是我想跟你在一起，因为只有娘对我最好。你要记得娘跟你说过的话。娘，娘，顺，娘，要记得娘跟你说的话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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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。孩子，你醒醒！孩子，你醒醒！我这是在哪儿？孩子，你可醒了？干爹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被毒蛇咬了。要不是我们去找月光草，碰巧遇上你，你可就没命了。我要是真的死了就好了，就可以看见娘了。傻孩子，你死不了，有我曹木子在，再毒的蛇咬了你，我也能把你医好。谢谢干爹。啊，看你这样子，饿了吧？啊？干爹给你拿点吃的东西去啊。顺，来，来，吃点东西啊，来，起来，哎，慢点，来，吃点东西啊。孩子，干爹知道你心里难受。难受你就哭出来吧，别憋着啊，你哭出来呀。顺，别走了，你就住在干爹这儿，干爹这儿就是你的家。
快去！顺。这皮子能换多少粮食啊？换一袋吧。啊，好，我搬走了，搬走吧。来，放这儿吧。好，拿走。这毕豹师傅烧的陶器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可不是嘛，这陶器烧的呀，跟咱大首领烧出的一样啊。哎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听说来了个有余事的能人，这人烧陶一绝，来了不到半年就当上毕豹窑的掌座了。这小子在都城什么都学，而且啊，一学就会。陶器烧的比以前结实多了。他们说的是谁啊？好像是一个叫于顺的人。于顺，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呢。你们听说过吗？没有。不过照他们所说，这人应该很厉害。哎，还不止呢。这两天听说碧波窑的产量翻了一倍还多。对，我也听说了。这件事应该假不了。碧波是我们东夷烧窑的老前辈，他如果能够重用此人，足以说明这个人有些本事。熊涛，在，你去窑上看一看，果真如此的话，我要见这个人。诺。哎呀，老季仙，老季仙，老季仙！哎呀呀，别喊了，我不是在这儿吗？干什么？老季仙，你的宝贝！哟，我的宝贝怎么跑到你手里去了？你刚才多喝了两杯，把宝贝落下了。哦，给我吧。哦，好了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别客气，老季仙。哎，我走了。老季仙，你慢走啊。哎。用点劲儿啊！是，师傅，你回来了。嗯，于顺呢？啊，于顺正在出窑呢。师弟说啊，这批窑应该出得不错。连毛，哎，你好好学着点儿啊。于顺他比你来的晚多了，可比你干的还好。为什么啊？不知道。用心，傻小子。是是是是，对。什么生意啊？走，看看去。看看去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谁干的？啊，谁干的？师傅，我不小心。你把那个碎片拿给我看看。哎，师傅。于顺，跟我来。把那门关上。你把窑给改了吧。师傅，是我不好。可是我不是想瞒着你啊。这可好了，我这儿不能留你了。师傅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要赶我走？师傅，
我知道我不应该改窑，你怎么处罚我都行，你别赶我走啊！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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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起来呀！你不同意我不起来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窑厂还是太小了，你在这屈才了，你应该上大窑厂去施展才干，到了那儿你才大有作为，明白吗？ 反正我不会走的，哼！你呀，你听我说啊，于顺啊，咱们东夷乃至全天下这么多窑厂，这一炉烧出来的真正的成品，也就三成四成，这里面好的呢，也就一成，其他都是次品。 哎呀，要我看呐，他们烧的这些陶器的烧结度跟你烧的比差远了。哎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哎，师傅，嗯，我就是想用改窑解决这个问题。哦，我觉得问题啊，就出在这火候上。如果能摸得准窑里的火候，这事情就好办了。 我琢磨来琢磨去，最后才想出来一个办法。我在这窑顶上打了两个孔，然后装上两根泥棍，只要看看这泥棍的颜色，就知道窑里的火候够不够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！好小子，行啊！师傅，哎，不管怎么样，是我做错了，你罚我吧。我罚你干什么呀？ 我夸你还来不及呢，啊！于顺这么着啊，师傅保你，上咱们东夷龙山最大的窑厂去干，好不好啊？师傅，你是说让我到东夷大首领高窑的窑厂去？啊，不，哎，怎么你不满意啊？我跟你说啊，那儿可是全天下最大的窑厂了。 我知道，那是天下最好的窑厂。嗯，很多人都想去，我也知道师傅是一片苦心，可是我不能去，因为师傅你对我像亲生父亲一样，我怎么可以离开你啊？那是屁话，你是能干大事的人，得把眼光放远点，干大事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 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好呢。哎呀，有什么可准备的呀？大首领啊，一直都想见你呢。师傅，我舍不得离开你。哎呀，师傅也舍不得你走，可是你在我这儿，就埋没了你的才能啊！啊，来，喝。 师傅，我不想喝酒。哎，你不想喝酒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想给你磕个头。好孩子啊，走吧。 参见大首领。嗯，你就是于顺？我是。我在集市上听说，你烧的陶器很好，又很喜欢学手艺。将来想做些什么？大首领，我学手艺，是想将来做个对天下有用的人。 于顺，我想让你看样东西，抬进来。于顺，你来看看。大首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我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景咒。景咒？嗯。
这是做什么用的？就是把它放在井壁内，不让井壁坍塌，这样大伙就能够喝上干净的水。井咒，这可真是一个好东西啊。我们部落的人一直都喝着河里的水，还有井里的泥水。如果在井里面放上这个井咒，既能不让井壁坍塌，又能够储存干净的水，那以后这全天下的人都可以喝上干净水了。嗯，说得对啊。是啊。嗯，大首领，做这么一个井咒得需要多少天的时间啊？少则三五日，多则十数日。啊，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啊？要打造一口井需要那么多的井咒，这要是让全天下的人都喝上干净水的话，真是太困难了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大首领，我现在还没有想到，但是我想应该会有办法的。于顺，我现在任命你为姚总掌座，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作坊姚工都听你的指挥。大首领，那九科呢？九科做于顺的助手。诺。诺。于顺掌座。哎，于顺掌座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啊，师兄，我在做个模子。模子啊？什么模子？师兄啊，到时候啊你就知道了。窑都装好了，等着你主持呢。师兄，窑已经装好了。对呀，就等你了。好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大掌柱，于顺掌座，请吧。嗯。女婴啊，义父，我听说义父来了。义父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刚到，刚到，给帝君送点草药，也顺便来看看你。义父，你真好。义父，那这次你一定要多住上几天，我还想听你说说东夷部落于顺的事儿呢。好。是啊，说到于顺这个孩子，他孝顺的故事已经传到我华夏的唐都了，真可说是感天动地呀。啊，是啊，这个孩子的确不同于常人。要说起于顺的身世，实在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小小的年纪就没了娘，他父亲和继母待得非常刻薄，可他从来都心无怨恨，孝顺如初，真是难得呀。嗯，我看于顺这个孩子是东夷部落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将来必成大器。他是你的义子，你草木子有这样的义子是你的福气，也是我华夏部族的福气呀。义父，那于顺是你的义子啊，我是你的义女，那这么说于顺就是我的哥哥了。他当然就是你的哥哥嘛。啊，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他长什么样子啊？嗯，他长得呀，有，哎，
你问我，我也说不上来。你要是看到他，就知道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他现在在东夷都城，学着烧窑呢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我要去东夷都城，我要去找我的顺哥哥。不行，不许胡闹。你一个女孩子，不能随便乱跑。首领，这回咱们的锦咒要是制作成功了，咱们东夷人就能喝上干净水了。可不是吗？华夏有华夏的好东西，咱们东夷啊也有东夷的好东西。如果咱们东夷能够跟华夏联合起来，那个时候啊，好东西会更多。哎，大首领，他们华夏有先进的耒耜，可没有分给咱们呢。咱们的锦咒为什么要给他们呢？就是，凭什么给他们？你们以后就知道了。爹毛啊！哎呀，爹毛啊！哎呦，爹毛啊！哎呀，这小子干什么去了？师傅，师傅，我在这儿。哎呀，爹毛啊，你看我怎么了？我浑身疼啊！喂，我起不来了。师傅，你生病了。师傅，你等着。我去找顺，你别去找了。顺啊，正在窑上忙着呢，他又管烧窑，又得琢磨着做锦咒。于顺呐，是个孝顺孩子，他要知道我病了，他会来看我。现在你就别去分他的心了。师傅，那你也得看病啊。没事没事，我歇两天啊。就会好了。窑神在上，顺利出窑。这，这，兄弟。换点陶器。哎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下，东夷龙山有多少家陶器作坊？六家。哦，那最大的窑厂是哪家？当然是咱们大首领高瑶的窑厂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老季监毕波的窑厂。哦，那个于顺在哪家窑厂？你说于顺呢？起先他是在毕波的窑厂，后来被老季监推荐到大首领的窑厂，还做了大抢座。你和他很熟？不认识，只是听说过。说起于顺呀，他可是咱们东夷人的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好人，谁要是有困难找他都帮忙。你别看他年纪不大，五行八作学了个遍，一学就会。就拿这个烧窑来说吧，他烧的陶器是又漂亮又结实，就连他师傅都说不如呢。这个于顺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？不信你去看看，后天大首领的窑厂就开窑了，到时候可热闹了。你就带着你的东西去换你想要的陶器吧。来，加火！好，每个窑眼都要加火，火力越大越好。好，大家快点啊！好，来这个。怎么样？还好。我来吧。来，好。来，火的大小要保持一致。哎，好嘞。好。
大家加把劲啊，要保持火力。好嘞，好嘞。 师兄，你吓了我一跳，你也吓了我一跳啊！于师长座啊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师兄，我随便看看。哎，师兄，这么晚了你怎么还过来啊？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啊咱们还要忙活呢啊！于师长座，你还不知道呢，咱师傅生病了，啊，快回去看看吧，快去快去吧，这里有我给你盯着。哦，好，那师兄这里全拜托你了，我去看看，快去快去吧，好。 是个尼姑儿，这小子还挺能琢磨。哎呀，哎呦，师傅，你生病了，为什么不叫人告诉我一声啊？没事儿，死不了，歇两天就好了。还说没事儿？师傅，明天啊，我就给你熬锅汤药，给你送过来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要什么药啊？ 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，你在大首领的窑上是第一次出手，是不能出差错的，明白吗？可是师傅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师傅，你快走滚。好，师傅，那你好好休息。哎，明天啊，我给你把汤药熬好，就放在那门口。师傅，出门的时候你注意点，别踢翻了。哎呀，你有完没完呢？快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 这个小子真行啊！说起于顺呀，他可是咱们东夷人的这个，人是出了名的好人，谁要是有困难找他，都帮忙。你别看他年纪不大，五行八作学了个遍，一学就会。这个于顺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？不信你去看看。 这小子，嘿，还挺有心的。妖神保佑，烽火！ 天高歌，长吟在我，燃情将天地涂抹。蜿蜒的阡陌，百家耕作，南边天下方士。 洋洋大国，谁策马饮鹅？四海在我，披里肝胆开华夏传说。所以登峰乱几座，古色奏一曲山河，注定九州，谁人能描摹？
公主斑驳，闪电撒旦爱直播，万川之约，恩赐映山河。